嗨，我是吴松磊，这里是回形针事务所。今天的客户是一个叫他在的 app， 看起来有点像微博，但所有的内容都来自系统推荐，你不能关注别人，甚至连私信都不能发。而在软件的右上角还有一个叫 CIQ 的数字，被称为系统智商。这个 app 为什么要被设计成这样？系统智商 CIQ 又有什么样的作用？为了向我解释这些问题，他在的创始人给我发来了一篇他的论文，基于演化群智的智慧网络系统模型算法与应用。他在希望解决今天常见的内容平台的各种问题，比如你在微博关注了一个人，就得看这个人发的所有内容，但其实很多你并不感兴趣。而头条这样以推荐算法主导的平台，又总是给你推一样的东西，缺乏联想。他在的解决方案是 KNS Knowledge Network System 知识网络系统。在这篇论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 KNS 系统的三个主要变量 A、F、V。 A 是用户， F 是文件，你在 APP 里发布的文字、图片、视频都是一个 F。 V 是知识节点，由 F 和 A 构成，你可以理解为 V 是一类有共同特征的用户和文件的集合。而每一个 A 对于 F 的反馈都会被认为是一次投票，投票会让 A 加入到 V 中，并进一步帮助系统评估文件 F 是否能够加入 V。在论文里，这套系统被称为 ECI 进化性集体智慧。让我们用一个简化的例子来解释一下。比如我上传了一张周杰伦的图片 F， 这张图片会被随机推送给20个用户。如果大于 50% 的人对这张图片有点赞、评论之类的反馈，那么这张 F 和这10个投票的 A 就可以成为一个 V 的创始成员。我们把这个 V 称为 V 周。之后，其他和周杰伦相关的 F， 这十个 A 可能都会投票，让 F 加入到这个 V 周中。这样 V 里会聚集越来越多关于周杰伦的内容。除了周杰伦，其他的歌手也可能加入到 V 周中。比如蔡徐坤的投票用户无法达到创建一个新 V 的标准，但 V 周里的 A 又对蔡徐坤很感兴趣，那么关于蔡徐坤的 F 很可能会被加入到 V 周中。渐渐的 ，V 周就变成了一个华语男歌手的内容节点。但蔡徐坤加入 V 周后，也并不意味着所有 V 周相关的 A 都会看到蔡徐坤。相反，在下一轮推送中，只有部分 A 会看到蔡徐坤 F， 他们的反馈将决定蔡徐坤 F 能不能在 V 周中继续传播。只有高于一定比例的 A 投票， F 才能进入到下一轮推送。这样多次筛选后，只有最匹配 V 周里 A 兴趣的 F 才有最大的传播机会。随着对蔡徐坤感兴趣的 A 越来越多，蔡徐坤还能升级成为一个新的节点 V 蔡，并有一批蔡徐坤相关的 A。之后，关于吴亦凡的 F 上传后，经过一轮传播，也被加入到了 V 蔡中。此时，我们就可以计算 V 周和 V 蔡之间的相似性和层级关系。V 周包含周杰伦、林俊杰、蔡徐坤、阿杜共四个 F， 我们定义为集合 FV 周。V 蔡包括蔡徐坤、吴亦凡两个 F， 定义为 FV 蔡。根据论文里的这个公式，我们就可以计算 V 周和 V 蔡之间两条有向边一周蔡和一蔡周的权重。首先，两者的交集只有一项，蔡徐坤。即 FV 周和 FV 蔡的交集等于一，但是这个交集在两个节点中所占的比重并不一样。对于总共只有两项 F 的 FV 蔡来说，一周蔡等于一除以 FV 蔡的总数二，即一周蔡等于 0.5， 也就是说 V 蔡中有 50% 的 F 和 V 周重合。同理，一蔡周等于一除以 FV 周的总数四，等于 0.25。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计算 V 周和 V 蔡的相似度为 0.5 加 0.25 除以2等于 0.375。 此外，因为一周蔡大于一蔡周，所以在整个知识网络结构中，节点 V 周会比 V 蔡处于更上游的位置，有更高的优先级。但如果越来越多的 F 和 A 加入到 V 蔡， V 蔡也可能演化为上位节点，更好的服务需求发生改变的用户。另外， A 的兴趣喜好也很可能会变化，所以A 在给 F 投票决定 F 的去留时， F 也在对 A 做出反馈。比如新生的 V 菜里的 F 多为华语小鲜肉歌手，初期由于投票加入 V 菜的某个周杰伦粉丝 A 对于 V 菜里多数 F 不感兴趣，互动比例低于一定阈值，则这个 A 和 V 菜也就取消关联了。这样用户在他在发布的所有内容都会被归类到各个节点里，并且不断迭代，最终使整个网络收敛成为高效且准确的知识结构。这样没有顶层设计，没有标签，没有大 V 的去中心化设计，让他在有希望成为一个公平的以观点和内容传播的平台。看起来反社交的设计，其实本意是用精细的兴趣维度重新定义人的关系。但这样理想化的设计也存在问题，就是需要大量的用户发布内容，并用点赞、评论等方式对内容投票，知识网络才能不断迭代。现在看起来，他在的用户量还远远不够。
如果你现在登录他在，会发现右上角的系统智商只有 18.8， 确实缺人。所以如果你认同他在的理念，也希望你参与到这场实验当中，为社交网络创造一种全新的可能。我是吴松磊，感谢收看回形针事务所。如果你也有想要我们研究的产品，欢迎发送邮件到 pipclip@foxmail.com。去我们的微博转发这条视频，我们将抽一位观众送出蔡徐坤应援大礼包一份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